家好，今天呢，我来介绍 Burberry 这个包包。这一个呢是，它是那个纹路是有一点类似荔枝纹这样子，但是它的荔枝纹比那个 Chanel 那个还要细致哦，可以看一下。对，然后呢，它的外形，里面很明显就有两个，然后我觉得呢，它就是从侧面看呢，就是有一个梯形，所以你不会觉得它好像背在身上会很蓬的感觉。当然，如果你东西装多还是会啦。好，然后呢，它的背带也是这种荔枝纹的，有几个孔呢？一二三四五，五个孔。然后像这个啊，我这样158背起来，我觉得。是在腰下，就是这个地方刚好是在腰这边，所以我觉得是很一般我们亚洲人会喜欢背的长度，因为其实欧洲人他们都背很长。OK， 然后呢，我们就看看它里面，它这个开关我刚刚研究了很久，它其实这样用上来之后，这个是你如果说直接这样子拉是拉不上来的，它要有一点点往下拉一下，然后才上来。就是它这个地方，而且你看它刚好就做这个形状哎，然后就是这个 B 的上面这个形状，这样很可爱。然后它里面的皮革啊是很滑顺的那种，很平滑的那种，没有不是荔枝皮纹的。然后这个地方啊，就是我觉得这个好像那个哦，好像那个 Hermes 那个，对。然后里面就是这样，所以它袋子是也可以拿掉的，所以你也可以把它变成手拿包，对。但是我应该都斜背比较多。然后它里面就有两个隔层，然后打开，里面有一个小夹层，但里面的都是摸起来触感很好的平滑纹。然后现在就来装装看，可以装得下什么东西。像我平常就是钱包跟卡夹，这样。然后这边有一个小缝缝，还可以放一下口红。然后这边呢，就是放手机，哎，或者是这个放前面，放后面，然后手机放前面。但是因为我还有习惯带那个，就是那个什么行动电源这样。然后线如果不想要很碍事的话，我喜欢把它收在夹层里面。这样，然后关起来，大概就是这样。其实都还有位置呢，就是都蛮好放的。然后这边还可以放口红，或者是你要钥匙，对，然后这样扣起来。我会建议。这个是真的比较安全，比较不会刮伤哎。这个，而且它其实摸起来不是那种抽背背的，是不是那种很粗的？是反而是蛮细致的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材质不错。当初要订它的时候有犹豫了一下，但因为想说黑金配起来比较好看。天哪，越来越多黑金的包包了。好，大概就是这样。如果最近有想要那个买这种方包，最近就是方包啊、迷你包都好热嘛。对，然后可以看一下它其实做工，哎，这种精品的做工都不用担心啦。对啊，然后它这一季的这个 logo 我觉得真的很特别，它甚至那个有一个背包，然后是这个 logo 满版的，我都觉得就是这个 logo 让你觉得没有那么俗气，就是。Over logo 的那种感觉，这样，对啊，你们，所以这一个我觉得蛮好装的，就是以实用性来讲啊，我觉得基本上实用性跟就是有点像男女朋友吧，就是长得漂亮是一回，当然是长得漂亮，然后个性又好是重点，那个性好才有办法相处很久，所以。包包就一样啊，就是实用性很好用，你才会想要一直用它。当然喜欢也是一个点，但是如果喜欢，就是当然会去，因为这种高单价的东西也不是
天天买、常常买、月月买，所以呢，就是你还是会挑一个自己喜欢，然后耐用、实用性又很高的，像 Burberry 他们家的。我之前也有介绍过另外一个，就是没有小影片，但是有文章，是那个格子的那一个，然后也是像这样子方包，那一个我妈她就用得很开心，然后就是能装的几乎都装得了，就是她每天必备的需要的东西都 OK 可以装，然后这个是没有 logo， 就是这样子一个那个经典的，也其实它这个 logo 会不会变成经典，我也不确定，但是。如果它以后会消失，那不是更值得收藏吗？对吧？好啦，今天就介绍到这里啦。这个我觉得推荐给看重实用性大于可爱美观的人。OK， 那就先这样咯，拜。